我最喜欢的火影手游竟然黑我家哥哥篮球木匠大河非常有趣的娱乐忍者技能大家都看到了可以种出一棵树如果在另一个位置再种一棵树的话就会来回发射篮球好家伙木盾原来是这么用的、这时候就有兄弟们说了天天发这些娱乐忍者生怕哥几个分不到是吧来今天不一样今天这个大河套路不仅娱乐性强强度也是超高而掉分呢也是更快首先在任意位置先种下一棵树然后就注意这个技能条大概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再对敌人使用技能就会触发一个 bug 那机制我直接会出了而且伤害非常夸张这套路又快乐又快乐又强度又快乐木匠大河换了多对面心态得滑坡注意我的操作开局他们要怎么打对了避起锋芒看到他的火油我们尝试普攻起手试得好下次别试了虽然被起手但他现在没有技能咱直接提升刨他分头接上大锤八十对手也是此时提升直接用出经典操作后摇当霸体帮帮两锤再次拿到接手鲨鱼提升攻击力把他往墙角里打一顿瞎接乱敲注意好技能冷却卡好时间我扮江南 star 干嘛干干干